继续关心在地消息，农历春节假期有9天，决定要去哪里玩了吗？嘉义市政府之前向经济部水利署争取补助，赶在农历年前完成全台第一座音乐喷泉，2月3日将启用，最高喷水高度达50公尺。要让嘉义市蓝潭水库风景区越夜越美丽，之后还会有街头艺人表演和路跑活动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玩。交通部观光局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这两年陆续增加许多景点，2月20号开始，云嘉南管理处又将和业者合作，每个周末推出恋上白色云嘉南套装行程，景点包台南北门婚纱美地，让大家可以从台南市出发一路玩到嘉义布袋。以上是7点综合讯息。